各位同心，上课前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哈，看有没有关机或关震动。好，再麻烦一下，谢谢。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是由我们的众议院啊议长潘良华潘议长带来演讲，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哎，多谢。啊，咱各位同心，大家阿曼，大家好。好。OK， 哎，啊，我叫潘良华哈。那么，真欢喜今仔大家哦，一定来到民政府接受初级班的训练哈。啊，那么我今仔要讲的题目叫做。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啊，你来看这个标题就讲，要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啊，它表示讲咱即马无正常，对不？好、哦、对吧？好，啊，无正常要安怎？就是爱靠咱大家，好、哦，咱家来家受了，甲咱伫头壳内底69年来，国民党伫咱个头壳，甲咱污染，甲咱下遐毒素、遐粪扫。我咱先来遮甲清清互出去，吼！啊，咱先了解咱家己了，咱甲知影讲咱要行位倒位去，吼！啊，我即马来照即个简报系统来甲大家介绍，吼！好，那么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有啥物变化？咱来做一个简单的小解，吼！好来，就是1895年，吼，甲午战争。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约》，就是咱过去读的《马关条约》，吼，为大清皇帝啊出得台湾甲澎湖，啊，即有签国际条约，叫做《下关条约》，还是讲《马关条约》吼。那么过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吼，一直来到1952年，日本政府兼其他。哦，50个国家来签《旧金山和平条约》，依照这个条约，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就是地上权了哈。但是台湾跟澎湖的主权，要搁在日本天皇的手里哈。啊，就类似讲，我物件抵押在你手里，啊，比如我保书缴无现金，甲土地。所有权证抵押在你的手里，但是所有权证顶个名还佮我的名呢，无办过户，哦，连讲我若有钱，日本天皇若有钱，摕钱来赔你，来还你，你还佮所有权证还我，吼、哦。那么目前台湾佮朋友还佮伫主要占领全国，这个主要占领全国是旧金山和平来和平条约来的用语，伫伊美国军事占领中。即摆以台湾关系法委托由台湾地理当局，就较早中华民国继续咧甲咱代理管理，代理美国咧管咱台湾。啊，所以现在中华民国四处行行拢来听美国的，原因就是遮美国较是正港的头家，吼、哦。啊，中华民国只是迄个美国家委派来遮做管理员俩。敢那一栋台湾大楼，美国委托蒋介石来替伊过一栋大楼，但是你伫警卫室过69栋吼，国民党员来遮69栋，你去安怎过？你就是管理员，你袂变做出租，哦，你袂变做这栋大楼地主啦吼。OK， 好，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啊，咱从大众，咱来先了解，咱是虾米人？咱的身份地位是啥？哦，咱来先了解。啊，若无你会临差做老爸，吼、哦，进台湾足侪人拢临差做老爸，吼、哦。来，台湾有两大族群，吼、哦，第一就是这个浅绿色，哦、西部啊，大部分西部在，这叫做平埔族。伊拢住伫平原哈，所以是平埔族。啊，过来村呢，就住伫这个粉红色这个中央山脉以东，在高沙原住民哈。日本人讲叫做高沙族哈，大家说扎口哈。那么高沙族哦，住高沙族讲九族文化村有高度，其实即卖已经啊，伫旧年
统计是14组，啊，大概两个月前，佮先中华民国，吼、哦，即卖内政部承认佮新的两个族群，吼、哦，有一个卡纳富，吼、哦，一族，啊，迄无几百人，吼、哦，啊，佮另外一族我袂记，吼、哦，好，啊，佮高沙有16族啊，吼、哦，啊，那么咱平埔族嘛有10种呢，啊，咱来了解讲对几族，好、哦、来，伫即、這个。宜兰家有一个克马兰族，吼、哦，有一个克马兰客运，吼、哦，咧纪念名这个克马兰族，哈、哦。啊，那么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吼、哦，迄、那个陈水扁选到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了，甲总统府头前迄条介寿路甲改名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吼、哦。啊，所以你若要参加。空间真侪拢会去到凯达格兰大道遐吼，过、哦、来，咱这个桃竹苗地区啊，也、哦、有真侪拢叫做道卡斯族啊 ，Tokas。啊，过来中部啊、哦，苗栗啦、彰化、台中、南投，也有三个族啊、哦，都有一个帕菜啊、哦，啊一个帕布拉啊、哦，帕布拉一个曼布萨啊、哦，这三族伫中部遮啊，过、哦、来。云林地区甲嘉义有一个洪雅族，吼、哦。那么台南遮有一座上大座叫做西拉雅族，西拉雅，吼、哦。那么西拉雅伊各有另外两个分支，吼、哦，有一个因个语言真侪拢共款，吼、哦。有一座叫做马卡道族，啊，另外一座叫做大满族，就是2009年8月7日迄个莫拉克风灾。灭村迄阵叫做大满族，吼、哦，迄、那个死五六百，吼、哦，啊，剩差不多50个活落来呢。那么，迄座叫做大满族，吼、哦，啊，我定咧讲，啊，我家己属于迄个大满族，啊，我叫做不满族的，吼、哦，存款不足去做的。其实我是马卡道族的人，我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吼、哦。你若高屏地区真侪人。就是拢马甲道主，啊，这组真少人咧讲，啊，包括这张资料内底也无，啊，这是我甲加去。那么，谢长廷转到高雄市市长了，为了要纪念高屏地区的马甲道主，所以伊有开一条新的道路，伫这个纵贯铁路，啊，这个纵贯铁路边啊，啊，这纵贯铁路边啊，开这条叫做马甲道路。啊，马要纪念这个，阮这个马卡道主，啊，啊，这个我若甲你讲，一个要安怎记这个马卡道主，你随会记起来，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啊，回家来弄来包死，啊，我就去做个啦，安尼你就会记啊，哈，过来。是毋是平埔族有一挂特征？啊，你会当甲记个，就是你甲你个手弯起来，你即个手只会有捺一寸，啊、哦，有一个痕迹。你甲你个手，为你倒手为你正手，啊、哦，你甲弯起来看，哪有表示你就是平埔族个？那么另外一个，我你老公都较憨灵哦，有遐肩甲病就看无啊。啊，若佫项链佮上项链，就会变成迄个米其林轮胎迄、那个安尼，哦，几啊年。好，啊，佫来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甲你的脚掌，哈、啊，脚掌头啊，吼，上细支迄支，然后迄个肩胛然后闭顺的，吼、啊，迄个那是。啊，佫来，就是轮廓较深，啊，有双眼皮，啊，即个那。伊个特征之一，啊，若像我即款过来就是肤色，像我即款色，乌无乌人遐乌，啊白无白人遐白，啊即差不多行超，小我超一打10分色即色个，啊即款也是，好，啊即种平埔族个特征，哈、啊，好，啊你若唔相信，你会当去验 DNA 啦，好、啊，即马。电脑咧分析 DNA 足紧吼，北部你会当去马偕医院找林玛丽教授吼、哦，林玛丽医师，
啊，南部你会当去高一吼，高滨地区高一遐，然后因个检验检验单位，然后有咧验吼。过来，咱来检讨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啊想，那美国人娶美国人所生个囝，绝对是美国人嘛吼。法国人娶法国人生个囝，嘛是法国人。那么我的爸爸妈妈，因是日本时代，吼、哦，出世，吼、哦。啊，阮阿公阿妈嘛是日本时代人，伊生了阮阿爸爸妈妈，啊，阮爸爸生了我，我才变中国人。有人讲日本人讲日本狗，我啊日本狗才会生了我中国弟。你感觉奇怪无？吼、哦，我都。阮爸爸妈妈日本人，啊，生了我煞变日，煞变日本，变中国人，啊，这逻辑不通，啊，所以咱来检讨讲，啊，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来原因就是讲，伫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先后迄一天，伫美国的强烈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来签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哦，因伫台北签，所以拢会用一个地名，哦，像《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是1951年的9月7日，有51个国家伫旧金山和遐开会，啊，来签《旧金山和平条约》，好，啊，但是是爱延到过年的1952年的4月28日迄天生效，所以迄天。本迄个美国强烈要求，因为伊战败，美国讲啥伊拢爱听，要求伊来跟中华民国签。啊，你注意哦，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强啊，拢无去参加旧金山和平条约，去签署拢无。哦，因为迄阵有代表权的疑问，啥物人要代表中国？哦，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10月7日成立，伊成立迄阵，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差不多4冬啊，所以伊无参加着，所以袂当代表去参加。啊，中华民国呢，伊无法度等到1952年，伊伫1949年10月7日，就用阿强啊毛泽东甲取代伊啊，已经灭亡啊，已经没有这个国家了，所以他也不能以国家的。民意代表去的旧金山和平的，伊也赶忙签旧金山和平条约。哦，他已经是灭亡了，已经流亡，离开他自己的国土，跑到大日本帝国的台湾，到了亡嘛。都要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法国被德国占领，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将军带一部分的法国的军工教人员。离开他法国的领土，遭遇英国的伦敦，而这 French London， 法国流亡在伦敦。啊，中国国民党啊，中华民国招来伫台湾的台北市，你注意，因啊流亡拢是伫一个都市，像法国人流亡到法国的伦敦市，中国华民国流亡到台湾的台北市，所以叫起来叫做 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pei 是安尼来哦，但是 Chinese Taipei 全文是 Chinese government exiled in Taipei， 俩逃不迄两句。中国人的政府流亡在台北，哦，因是流亡 Chinese Taipei， 你莫讲是中华台北，嘿，中国人咧敢骗，讲中华台北，中国台北啊，迄拢唔对，那正名叫做。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来，咱来看伊台北合约第10条讲，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以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你注意看，这已经讲台湾甲澎湖。啊，来到这个讲一切台湾跟澎湖的居民，啊，来到这个即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
后壁这红字的这句就是咧讲咱本土台湾人。头前只四维，吼、哦，四维就是甲咱本土台湾人，因为你唔是，你唔是中国国民，但是我把你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咱是被视为，表示咱唔是。你去马英九甲，伊做台北市长的是，甲高沙原住民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我把你们视为人看，表示伊心呢，无甲你当作人看，只是暂时甲你当作人，啊、哦，伊心内是无甲你当作是人，哦所谓的本土台湾人的种，前属台湾籍澎湖，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一天，迄阵外国的军队，包括美军，还是中华民国遐走路兵，拢还袂来台湾。迄阵台湾足单纯，拢总是日本的臣民，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拢迄阵单纯拢在台湾，外国人拢还袂入来，所以迄阵所留落来吼，有无？以及前属台湾籍澎湖居民及其后裔，包括伊所生传落来即个后代，就是咱，包括咱，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哈。啊，就是因为安尼，伊暂时甲咱当作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以咱啊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哈。哦，过来，啊，现在台湾人无国籍，即个2006年，哦，10月24日。哦，咱的秘书长林志升，吼、哦，含228个本土台湾人去告美国政府，吼、哦，啊，告因，甲咱收惊，甲咱收惊，秘书长就讲咱赢一半，表示安怎？美国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权，然后司法管辖权，然后其他拢有啊，就是军事占领嘛。伊甲咱收惊，等于呢，哦，含咱的因派。美国国务院派出的律师，含咱的律师，伫法院讲完了，电话里判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吼、哦，啊是安怎咱就无国籍？啊，咱来看，伫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前，咱的日本政府，因为法院就甲咱台湾人的日本国籍甲取消，好、哦、啊，所以。日华台北合约，中华民国把咱当作中国人，所以发国民身份证给咱。哦，咱是国民，咱不是公民，哈。好，但是日本含伫1972年含中共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含中华民国断交，啊，迄个一断交，日华台北合约失效，所以咱连中华民国这个暂时这个国籍嘛无去。所以咱日本国籍啊，又法院日本法院甲咱取消伊啊。啊，中华民国国籍因为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暂时摕着迄个中华民国国民迄个身份证，迄、那个就能中华民国这个国籍嘛无去，所以咱变作无国籍。好，好。啊，那么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倒位？啊，别安怎恢复国籍？咱的潜在国籍就是大日本国籍嘛。其实又被取消，啊，咱要怎恢复这个国籍？就要依照学这个琉球返还模式。琉球在1945年4月7日，4月7日，大家拢真侪人拢讲啊，迄、那个愚人节，我今日甲记来，哦，就是迄天，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叫做尼米兹上将，率领伊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去甲琉球占领落来，啊，底下成立军政府，甲成立下骹的琉球民政府。迄当时的琉球人变作日本的境外，已经不是日本咧管了，是美国军事占领咧管。那么当时的琉球人，若要去东京读书，还是去要去东京做生意，还是要其他迄四个大岛要做啥物？啊，伊向美国军政府啊，琉球民政府来申请旅行护照，开张摕迄个旅行证件哈，开张。离开琉球去东京，去日本去四大岛。但是来到1972年，哦，因依照琉球，就是日本政府伫1972年的时候已经有钱啊，
去跟美国政府参详，讲我爱赔你偌济钱，你可要甲留去还我？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日本政府甲这条钱付了，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美国甲琉球包括钓鱼台拢还予日本。所以还予日本了，琉球的居民自动恢复到日本国籍。当然，咱得依照这个返还模式，或者台湾返还模式，就是咱要求咱日本母国，我来跟美国参详，爱赔偌济钱，这个叫做战争债，还予美国，因为美国损失真大嘛，伊做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去予日本神龙特工队甲轰沉去。足侪美国大兵死去，足侪飞机去予日军甲拍落来，即个性命甲财产的损失，即个叫做战争债爱赔啊！哈，你战败不是割让土地，就是要赔偿金额。哈，好，那么国际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后壁先进的国家拢是属地主义，只要你即个富人人伫个国土内底，啊，是伊即个国家的飞机顶。啊，就船啊，顶管所生落来，自然取得啊。比如你伫美国个船啊，啊，美国飞机顶生落来个囡仔，自然取得美国国籍啊。啊，就伫美国迄个土地内底生，啊，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你伫迄个土地生落来，你就是自然摕到迄个国家个国籍。啊，你大汉了，你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土，你袂去甲用。污染啦，哦，迄个破坏迄个环境，哦。啊，那东方拢全是属人主义，就是父权思想，就是阿公生爸爸，爸爸生只囝佮生孙，无论走移民去到倒，伊拢讲，啊，尤其中国人讲，我们是华人，哦，你看，像那旧金山。较早美国西部咧建设时，啊，咧起西部铁路，真侪为广东去的华工，到尾啊铁路做好啊解散，啊因船留伫遐无转来，但是因拢以华人自居，啊一挂华人天庭做伙，或者 China Town 哦中国城，啊迄个 China Town 就是上落后、上治安上歹。哦，上垃圾的所在，啊，所以华人会向人排华，哦，旧金山排华，印尼嘛咧排华，哦，马来西亚排华，啊，包括越南，哦，两三个月前嘛排华，这是怎啊？因这个国家，因这华人，伊当然啊赚到钱，因未回馈当地，未造福当地，因就把钱要寄当伊的祖，伊的故乡，讲要起大厝。要光宗耀祖啊！啊，所以有人做，所以华人也定系用绑票，嘛是这个原因之哈。啊，这是属人主义的败处。啊，咱来看台湾血统哈。有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拄开始听，敢那对呢哈。我不要想想，唔对啊。当然，你方看有登山讲，因为迄阵大清遐，大清是海禁。啊，有人会走来台湾，啊，会走来台湾，拢什么原因？作奸犯科、变通缉犯嘛，哦，啊，无就欠人钱嘛，欠回啊钱，哦，讲标标也无烂嘛，绕跑走来台湾嘛。啊，走来台湾，啊，伊也无娶某来啊，啊，迄阵嘛，足少查某会走来，因为查某迄阵拢用缠足有无？大清拢缠足啊，无法度走来台湾，所以因也有多亡来到台湾呢。要娶某，就爱就地取材，就娶咱家的高山，也是咱的平埔族做某啊。所以登山那边无查某过来，所以就无查某的登山阿妈嘛。所以拢是台湾阿妈嘛。啊，但是你也会记哦，早期咱台湾是母系社会哦，查某是上大的，查某做府长哦，唔是讲像即马中国人来了，啊，也是日本人来统治台湾迄阵，才变做。这个父权较大哦，查甫咧做府长，以前咱台湾是查甫做府长，
查某掌握家庭的经济大权，甲发号施令。好，你会句有一句话讲，那做秘书啊，无故爱坐大位，就是妈妈，这个实际家长，好，伊的兄哥小弟，拢叫做阿姑，那秘书，伊爱坐在妈妈的边啊，那这查某的边啊。然后这个习俗的，给你保证，恁的就是平埔族的，啊，佮食麻油鸡酒，这嘛是平埔族的习俗啊。做过来爱食麻油鸡酒，好。那么你佮想，啊，有当山公，啊，咱台湾的阿公走去对，台湾阿公拢死掉，台湾查甫拢死掉嘛，不可能嘛。而且，大清迄阵海禁。流亡也好，还是被通缉逃亡来台湾，迄种查甫拢单操一个，也无带啥物财产来。来到台湾，就爱安那，有工做工，无工做乞家呢。啊，这有一句话吼，就讲，爱因做乞家变呐，暗时要困地，就是去困庙宇，啊庙时是毋迄壁拢有画迄落。罗汉，十八罗汉，啊，所以拢困伫个壁壁角，伫个罗汉的下骹，所以叫做罗汉卡。嘿，对，你安尼你了解啊？啊，你甲想，啊，咱母系社会女孩子，吼，会使讲养尊处优，敢会去嫁予迄款的罗汉卡？无可能嘛。比如讲。迄个老人家足缘投的，啊，老娘有钱，我都欠一个缘投啊送，啊个，就伊，咱有一句话讲，招翁有无？啊，佫有一句话，牵手有无？牵手，咱我过去我拢五个，叫是查甫去牵查某手，毋是哈？较早查某是主动哦，看这个查甫袂歹，人官大，体格佫好。这应该带回来做我做工课，吼、哦，无论日时也好，还是暗时要加班，一定做我做工课，吼、哦，哎，或者去牵伊的手，招伊回来做翁，这叫做牵手招翁，吼、哦，唔是查甫去牵的哦，是查甫的主动，因为迄阵是查甫做家长啊、副长啊，这个查甫引导来牵伊的手。就伊当来做阮翁，啊，知影无？啊，你甲想咱一个遮好个女孩子，掌权的人，敢会去招一个女汉卡，穿甲破破烂烂，无财产的人，困难。比如讲，伊做烟斗，生甲像刘德华，还是金城武安尼，安尼就老娘有钱，欠一个烟斗送俩，招伊当来。啊，若招当来，会气用，啊，毋是用。因讲招回来做翁了，啊几个月啊，感觉也无影讲外骨力外高做工过外高变经济无影。安尼，这个女主人哈，那等下查甫出去做工过，一定把伊个家当用床巾还是草席啊捆捆的，甲下到门口。等爸阿妈迄查甫若回来，看到伊个家当拢有等伫门口啊，他就知道他被羞辱了。啊！伊在迄个门咧，爱去别个找所在住。啊，你啊，我讲一句话，对，但有一句话，你去海口食安子，嘿，被羞辱了呢。迄阵女孩子是 number one 的呢，哈。过来，有一句话，当山公来台，十个来，六四三，然后一回头，十个来底吼，上过头三个。但是这三个，我怀疑伊敢活下落来。哦，咱来以1874年牡丹社事件做例。好，1874年迄件就是因为前几年这个琉球吼，宫古岛迄边的渔民，因为海难吼，跟拄着风台，啊，因船难了，船为满洲的当兵吼，屏东的满洲当兵也爬起来，结果迄个南排湾族高斯佛寺的人，哦，
就台死五十几个，剩十二个，吼、哦，台无死个，和迄个保利，吼、哦，一个保利村，吼、哦，迄、那个四田溪保利村，吼、哦，诶，村民甲救，甲护送去洪山府城，啊，甲送得转，转去日本琉球。啊，这個、日本政府就向大清抗议，讲是安那恁个人台。阮诶，即个日本诶臣民，大清甲回讲，用白话文讲，北京甲讲，我迄个访辽以南，非我大清版图，哈、哦，迄是化外之地，啊、哦，藩邦之地的对吧？啊，日本政府讲，啊，那毋是你所管诶，哈、哦，安尼我要出兵讨伐，啊、哦，大清哥甲回讲，伐与不伐，由贵国制裁之。哦，恁家己去决定，你家己去裁决。哦，啊，大清迄阵，毋是迄个日本政府迄阵拄啊明治维新啊，有去德国学一挂陆军的作战的这个新的技术，啊，找无所在通好实际练兵，啊，拄啊好用这件，准派三千的兵马吼，坐船啊到，为这个车城的这个外海有一个所在叫做下寮，为啊避开。结果伫石门谷战场，跟咱个南台湾族哈、哦、交战。啊，当然日本是正规军啊。啊，咱个高沙个这个高沙族是用弓箭、标枪啊，加单发个猎枪。但是嘛，足厉害，咱个高沙嘛真敖战，因做个游击战。那到暗时啊，日军就宰寇，因为因神出鬼没，做个拍暗时啊这个游击战，因真正是天生个。是这个丛林的作战的这个专家，哦，也在讲特战队，来无影去无踪，哦，刚才暗时我才听了声，你老去看，有去看迄个塞德克巴莱，也就我看到，规个去看，无人去看，哦，这片恁无去看，做无彩，你讲哇，高沙真正厉害，不过这个日本人足尊重这个高沙义勇军，哈、哦，好，日本军占不到便宜。伊唔敢深入入去，因为当然有你是要拍赢迄个南台湾族的村庄，哦，迄阵拢全超出啊，帮会少少少点。但是咱的高沙拢撤退入去森林内底吼，深山啊，日本军唔敢去入去包死个，所以底下持久战。但是结果日本军战死个还有五六十个，但是破病死个。五六百，一比十，怎么讲呢？因日本寒带所在，无网无雨神，好、哦，来到遮热带雨林，热带所在足侪网虫，网啊定个，敢若着登革热着爱死啊！哦，迄阵还无药啊嘛，哦，由于着出血性交叉感染，着出血性登革热，啊，个水土不服，哦，最特别啊，其实就是你若卫生创无好，敢若食水你着。破病漏塞，漏塞脱水嘛死啊！哦，啊所以还有蛇咬到啊，哈、哦，着可乐啦，着马拉利亚有诶无？哦，破病死诶煞较严重。哦，所以你啊想，啊中国人伊嘛无台湾遮蠓来抗敌，所以来即三个留落来，敢会活落来？我啊上加活一个。啊、哦，所以登山工伫台湾足少，哈、哦，伊有传落来诶子孙足少诶，哈、哦。所以咱台湾吼，诶系统吼，要改顺着讲，战败国之人民皆须离开台湾，故也保存了本土台湾人有85%以上原住民传统啊诶血统，我可以用原住民诶族，原来这块土地的主人，咱是原来这块土地的主人啊。啊，咱要来看讲是安怎，咱的血统要有85%以上，哈、哦，平埔族吧，还是高沙族的血统。战败国列话，荷兰去哦，郑成功甲拍败，甲赶走，所以荷兰人留落来真少。郑氏王朝去哦，大清，啊、哦，因为施琅叛变，啊、哦，去哦，大清帝国甲剿灭，所以郑氏王朝，台无死的，拢搁掠了，等于大清。所以老政治王朝留在台湾的钱也少，而且伊嘛，伫台湾22当年吼，
台青，迄阵建立了，甲郑成功关照了，台青开始实施海禁，就是台青遐人袂使来台湾，哦，除非派来派任的官员甲一寡迄个军队哈。台青1945年叫日本甲打败，啊，1895年哈，换大日本帝国来，所以台青因迄阵留伫台湾的台青的人的基因也足少。日本人来了有户口簿查，迄阵所有伫台湾的外国人差不多9000几个，但是结果内底到尾8000和到尾9000个吼，拢是台青的伫遮做生意的人，吼，也是遮做工的人，吼。啊，你迄阵咱台湾已经要300万人的人口。啊，因差不多无到10万人，啊，总共去9000几个，拢因中国迄个台青的人，300万比1，所以台青的基因讲会留伫台湾足少的，哈。过来大日本帝国，去予美国甲打败，哈。所以大日本帝国伫1945年投降了，迄阵台湾已经600万的人口，啊，迄阵日本派，甲尾40万的人。遐个军公教人员伫台湾咧管理台湾，遐拢要遣送倒去，所以日本留落来基因的嘛少，所以你会当为这个看，咱台湾人的基因拢讲要去本土，要去做本土的啊、哦。所以有个人伊讲台湾人杂种，其实中国人较是杂种，啊、哦、啊，其实讲个杂种唔是歹，哦，你知影混血哈？哦混血拢真缘投，吼！因为你看琉球当时美军底下真济，吼，含琉球的女孩子所生下来囡仔，阿脑壳吼，拢足水的。啊，其实吼，好，那么咱过来看，像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填本，今麦拢用工做甲一块乌，吼，来你来看，这日本人。来台湾好啊！咧管理日本人真正足认真管理台湾。台青管台湾212栋无在条做户口名簿，无做户口填本。日本人来了，伊要管理这个所在，伊要调查清楚，这个所在住什么族群的人，啊，讲什么话语，因的生活习惯安怎，啊，有偌济人口，拢甲通知好势。好，啊，即嘛是那中国人，怎解叫因来，会甲咱做甲乌做乌？一块乌，就是这内底有真相啊！伊不好咱知影。伊这内底吼，伊就是讲，惊咱知影咱的身份，惊咱知影咱是本土台湾人，明白吗？伊这有话，日本人来先甲你调查讲，哎，啊恁这个砖头拢敢讲什么话？哎，你拢讲闽南语，伊甲你写福建的福，啊，闽南语就是福建的南部。简称福建，简称闽，啊，福建的南部叫做闽南，哈、哦，啊，所以你若要讲闽南语，甲你写福；啊，你若会当讲客家语，伊甲你写广东的广。但你要注意，唔是你是福建人，唔是台青遐来，唔是你广东人，台青的广东遐来，唔是，是你已经忘记你本地的族语。啊，比如我啦，比如我是马卡道族，我已经不要讲马卡道族的语言啦。我的祖先的语言我已经不要，我拢跟他剩下要讲闽南语。伊搞电话搞写符，其实我是马卡道族的人。好，呵，那么我乃要讲马卡道族的话，安尼伊会伫我这个户籍誊本搞写熟。因为我是平埔族，伊就搞些熟番，就是熟。啊，你若高山吼，头拄啊伫迄个粉红色中央山脉以东遮，你若要讲你高山的语言，伊就甲你写生番，吼、哦。啊平地的就写熟番，吼、哦，咱拢叫番，佮有分青甲色的，吼、哦，生番甲熟番，吼、哦。啊，所以伊不好咱知影讲，哎、欸，咱是在地原住民，原来的主人。所以中国人来了，拢把日本的户口誊本拢改做乌乌，啊，你也知影吼。
唔是讲你甲你写福，你就是福建来哦，唔是哦，唔是中国来，是你忘记你的主语，你跟他存了讲闽南语，你跟他写福，好，啊你呐，跟他存了样，也是忘了主语，啊跟他一样讲客家话，你跟他写广，啊是这个原因，好，好，那么这是自由时报电子报哈，今年二月二五报，被要求撤销户籍住籍所。台南市政府是内政部管太多，啊，所得是所翻，啊，就是我头先讲遐哈，因西拉雅族，啊，台南市遐拢全西拉雅族，啊，台南市市政府因的市议会有通过，因西拉雅族喜欢啊原住民，啊，喜欢原住民，但是中华民国内政部还没有同意，哈，那来看讲。中华民国军政府，伊治理台湾用对辣椒，都甲咱台湾人饲甲服服帖帖。啊，咱等下中午无休困，啊，然后买洗手间，哈，你主动家己去就好啊，哈。好，咱来看，这辣椒第一招，屠杀精英。伊利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有计划。依照所列的名单，把咱台湾人的精英拢抬掉，因为伊知影讲，因中华民国是三流的国家，吼、哦，啊，若要来管台湾，若无把这台湾的这精英、这高人抬掉，这拢会当伫地方领导地方的势力来反抗国民党的，吼、哦，所以伊把咱这精英差不多30,000人，这是日本政府开50年。所训练出来的精英，拢甲咱抬掉。你无领导人，免他抗暴啊！过来，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台湾是宝岛，一年有三收，两个稻米，一开是杂粮，比如大豆、玉米还是番薯。咱照讲，一定丰衣足食。各一定把美牛外销出去，结果中国人来了，台湾人也在讲是饥荒。我做囡仔，含住签脚够济，吼，食到真正会惊着，连阮爸都惊着。迄阵，若要食白米足困难的，然后看到阮妈妈煮白米饭，一点完白米，迄就是有亲戚朋友来相催。靠煮白米饭，平时拢食番薯签。啊，伊白米饭拢带好，亲戚先食完去啊。等下阮去食的是白米饭食了啊，剩下卡番薯签，我嘛是搁食番薯签。啊，就几粒米啊，乌无掉吼，我阮去食着，迄米有够芳的。吼、哦，结果大概5-6年前。我伫农改场有摕到一个新的品种番薯，我种啊生，我煮吼，我将我落煮番薯糊饭，我落，甲阮爸讲，我煮番薯糊饭，互你食好无？好，阮爸，因为从随便，哦，不，哦，我较早食足济呀，较迄阵了咧惊，啊，但是我都爱食，因为即马煞好野人咧食番薯饭咧，我讲迄较健康咧，讲有高纤维。我煮的时候，我就往那头乌两三块，甲盖伫个米内底，你嘛食去食着，哟哦，你嘛番薯真好食，因较早定食着臭香的，足歹食。你嘛话伊家己讲，走去外乡啊，甲我找讲，啊，你番薯田种里底，我挽一挂，我家己来种。你嘛话伊讲要种啊，较早就食甲惊着。好，迄阵，甲咱从前那也无米粮好食。就是因来了，发现哦，台湾报道，迄美日本人留伫个港口遐仓库，也是国营店的仓库，内底拢米，啊，就因拄仔咧国共内战，把遐个米拢运运去倒卖，乌市伫上海，吼、哦，伫遐大都市，哦，迄足好价，迄有他10倍计数，啊，因拢就偷卖，啊，藏伫家己落地啊。啊，真正有伊资源，国共内战也少，拢外国伊较济，啊，所以一寡米牛一直糖油米盐拢运运去中国去卖，去换现金。
啊，所以台湾人迄阵会无米通去食，会食番薯签着安来。好，啊，过来搞法金融，伊即摆一直印钱哦，用纸，像迄咱咧烧金的金纸，一直印，印旧台票，一直印，一直甲你买，用这甲你换，啥物物件，刀啊嘛甲你换，啊，你有啥物物件，米也甲你换，拢用纸去甲你换。抓作俗的嘛，啊，因家己印得有啊，所以因家台湾通货膨胀，迄米粮一斤米啊，比如讲本来是五块的，现在五块到中昼变十块，到下暗唔买啊，讲等明仔看佫偌济，到明仔三十啊，一至三千，三千，到尾啊买一斤米要派几部队钱出去。中国人用纸一直甲你换，所以咱台湾人钱足多，当甲几处间，见个买，搁买无。到尾啊，恁台湾钱足多啊，啊，台湾物件拢要换了去啊，台湾人拢空去，我存介侪钱。啊，讲有一个人讲，啊无，我要来买建材，我要来起大厝啊。伊甲土地十几家讲卖咧，讲要来起大厝。哇，隔工1949年啊，6月15日。伊用新台票一块，甲你换40000块，一下子我们的财产变成1/40000。啊，比如你即马有4000万，算好亚人，伊甲你讲啊，40000换1块，你拄啊存1000块，1000块咱即马一工头差不多开了。甚至若我为高雄要坐高铁来遮，也无够钱，1000块也无够买，拄啊差不多坐到新店尔。所以，咱迄个人用纸甲咱换物件换了了，啊，伊佫甲你开始讲40000换1块，规个经济崩盘，吼！啊，你本来生意人你足侪钱诶，伊安尼甲你40000换1块，生意人伫都市嘛是会使讲化水会跟动，会当带人去抗暴，但是你要抗暴，你嘛爱有迄、那个像即摆啦，你要你爱。游览车方坐啊，你啊，搁食桌啊，就食便当啊。结果40000换1块无钱啊，要安怎带人看报？过来，大地主甲你变作小地主。中国人为中国来来，无炸土地来，土地无材料炸来，所以会当在台湾实施耕者有其田、3/7减租，甲大地主拢变小地主。大地主嘛是地方的高人、头人，嘛是将化一群人来抗暴，即大地主变小地主，我嘛无力啊。过来，白色恐怖，你若讲话无合国民党听，吼、哦，你啥咧乱讲，就掠了去关，吼、哦，有诶关甲起笑，有诶关甲死，有诶来掠甲畏退无倒来、哦。所以早期诶老一辈。拢交代一句话：囡仔人有耳无嘴，饭加食寡，话莫乱讲，好无？拢安尼咧甲伊交代，吼、哦，莫插政治，吼、哦，啊，拢莫插政治，吼、哦，啊，莫黑白讲话，啊，遮拢中国人咧讲啊，伊话语权，伊伫报纸、伫电视拢因咧讲，台湾人拢点点，拢固在伊讲，伊若骂咱讲咱台客。啊，你嘛讲点点，啊，讲咱啥物？二高一低，讲血压高，吼、哦，啊，啥物有个啥物高啊，低水准，好吧？好。所以白色恐怖，我咱台湾人每一个人心中有一个小警钟，吼、哦，足惊。虽然警备总部已经取消伊啊，已经解散啊，但是咱即摆咧讲嘛，还佫想讲，啊，我讲即句话出去。会有来关未？会讲唔到，会向来关未？哈，过来，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移民教育。咱看，咱日本国，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咱是看中华民国咧烧战的。中华民国蒋介石，去予咱的日本皇军甲拍啊，规个沿海，拢去予咱的日本皇军占领。蒋介石走去比利时。四川的重庆，哇！以前个苏啊，已经派
派人派密使要出来跟日本军和谈，讲啊，遐互恁见面就煞吼，啊，咱卖阁见啊，啊，即、這个村里头吼，好、哦、都留咧，我蒋介石管安尼。好，啊，即卖因国共内战，建立国共内战，建书都蒙来台湾了。1945年10月25日，美国麦克阿瑟的一号命令派人来代理美军占领台湾，伊甲咱骗讲，我所有台湾人都回归祖国的怀抱。啊，咱台湾人较早拄啊建楼投降的时，咱足惊吓，足畏羞的，讲啊，这占领军来，咱唔代表怎？叫伊来甲你画一个口号，哦，台湾人拢戆，我们都变成。回归祖国了，变成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等为战败国，大家拢嘛跳过战胜国、中华民国这边，嗯啊，有好康啊，会当加物件一包米啊。台湾人为了迄包米，拢翻倍，拢翻倍咱台大日本国，就是安尼用，或者敌心反转啊。咱本来甲咪小拍咧小台，啊，咱嘛跳去甲咪共国。叫做敌心反转，咱的身份错乱，咱是日本人，你们家己拢跳去做中华民国的国民，啊，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安尼，啊，过来用假的民主选举，你若像美国迄款选举，哦，迄就真讲民主，因为美国人无咧卖票，台湾了中国人来了，大家会当出卖家己，为了一包米，出卖家己的。国家大日本国，哈、哦，为着一个300、500，上早是为着一包粉，还是送送你一包米素，送你一包盐，都出卖家己呀，把选票都卖呀，哦，所以你看这個选举，国民党有东山，台湾党无东山，国民党用黑刀白刀，白刀就用政策来给你买只军公搞的票。啊，其他用黑道的地方的条仔卡来甲你用钱买，啊，有的个叫一个黑道的，吼、哦，内底唱一声关公，还是啥物啥物新名，点啊钱互你了讲，哎、欸，啊新名有看到，到时票爱投出来，用新名来甲你哈，啊，你有提钱，你就讲，嗯，啊新名嘛有看到，啊，我袂使无投伊呢，出卖家己，吼、哦，所以。用这，咱台湾人希望用天罗地网安尼收掉了，即马大家建转拢嘛都要算住啊。好，过来咱来看荷兰人吼，引进足侪外来植物，因为荷兰人来管台湾的时，荷兰人迄阵的荷兰舰队哦算足强的，迄阵四个国家去咧走做一挂好的物件吼，用于。你会记哈，番石榴哈，番茄，番仔姜，外来拢会加一个头前，拢加一个番，哈，就是表示讲这是外来，哈，过来番薯，哈，番薯啊，过来番麦，番麦，过来番仔花，好，这种外来，外来拢头前拢会加一个番。嗯，啊，我就刚暗时咧想，欸，啊，咱常咧讲中国起来老兵叫老乌啊，啊，咱家己讲番薯，无，咱讲咱番薯啊囝有无？佮看尾音番薯啊，番薯啊较细条，番薯就较大条，无？你若闽南语若看尾音，拢较细，吼、哦，你讲车系列的就讲车较大只。啊，你啊，人呢？脚踏车，就看尾音，没车啊，看你啊，哦。像我咱来讲，拖拉库，你听拖拉库，嗯，这较大只。无人来讲拖拉库啊，无咧看迄个尾音嘛，哈、哦。无人讲拖拉库啊，无，好，好。啊，所以，为遮来，我怎么来想？番薯是外来，啊，蚵仔是咱本土台湾出产的。在地，啊，那因叫老蚵啊，啊，咱叫番薯啊，
唔对啊，外来因爱叫反击较对啊，哦，外来政权嘛，李登辉讲的，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哦，因遐老兵、遐老欧啊、遐老主官长，因爱叫做反击较对啊，咱是欧啊，咱是在地啊，哦，所以后盖无阁讲老欧啊，哦。好，那么咱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吼，咱来检讨看嘛。错把中华民国当作五国，讲啊，这最大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在甲咱骗。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吼、哦。中华民国伊拢安尼甲咱骗，啊，咱台湾人家己嘛讲是啊，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那拄着迄款人拢甲笑。你是人，嘛是狗，我有时啊拢安甲拄倒转。咱以2008年迄届马英九选到总统，哦，10月份陈云林来台湾来做咧。迄阵马英九下令，为汤机场到台北市沿路袂使有中华民国国旗出现，所以派中华民国的这个警察沿路咧搜查，然后中华民国国旗拢甲收起来、甲抢起来，有压落灯、甲弹崩出来。结果戆台湾人，尤其这日军咧、民进党。竟然无对因咧收这旗啊，当本事人，顶多摕中华民国国旗，伊啊咧捍卫中华民国。啊，这因马英九，因中国人都无爱，拢咧当本事人咧拗动的，煞顶多日军呢，摕旗啊都啊咧捍卫中华民国。啊，这是咪头壳歹？嘛表示国民党嘅教育成功啊！吼、哦，顶多台北市，因中国人家五车旗啊、哦，台北城吼、哦，中国城。马英九阁派中华民国警察甲保护起来，伊惊日军咧去甲抢这个五千旗，抢来甲搞破、甲放火烧。哦，这因老大的旗啊，哪会使和台湾人侮辱？哦，所以马英九派警察咧搞。过来，2012年的伦敦的奥运会，咱来做业咧吼。本来伦敦奥运会伊伦敦市，只有挂中华民国这支车轮旗。阿强啊，抗议，讲你奈无用奥运模式，用五环旗，奈挂这个流氓的中华民国旗啊！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你奈挂去伦敦奥运，怎样自知理亏？赶紧把这旗啊收起来！啊，咱的戆台湾人搁去底下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你有在底下台湾人，你无去举青飘的旗啊出来，吼、哦，代表台湾的旗啊出来，无啊？好、哦，而且电音三太子。2009年单局办四大奥运的时候，请假抓袂掉，结果还用上有台湾味的嘛，迄个人第一伦敦奥运带咧分中华民国车轮旗，佮带咧讲爱台湾，啊，这少年呢，嘛是向洗脑去，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我们的真正国家是大日本国，哦、不要忘记，咱的爸爸妈妈是日本人，是生咱嘛是日本人。积极减值，咱个国籍被悬置哈。阮连续安尼骂三年，到今年张志军来，都唔敢搁举车轮旗出来，你看哈，都无人举这旗啊，无举迄个中华民国迄个国有啊旗哈。啊，这有进步啊哈。那么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是谁？来，咱来检讨，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1999年，台湾监督郭启文都讲了，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李登辉有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哈、哦，伊讲中华民国在台北，哈、哦，中华民国本来是别个所在，今嘛招来在台北，哦，你还看得到他流亡的遗迹，啊、哦，外来政权，中华民国在台北。啊！你台湾人，你若要卖台湾，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卖咱大家来分钱，结果连卖都无卖。用台湾前途结论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为中华民国，对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对啊，用上诶，连卖都无卖。啊，遮民进党的高层呢，尤其陈水扁，哦，因足侪拢律师，哦，迄阵江鹏坚也好。啊，是
什麼我向我煞袂记吼，拢做个党主席，啊，拢专读法律嘞，要加文吼、哦。结果，因拢唔知讲，这是遮尔严重的代志，你连卖都无卖用上嘞吼。过、哦、来蔡英文，中华民国诶，民进党哦，前主席，用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哦，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李登辉还佫讲外来政权，伊讲已经是台湾的政府，而且赶快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哦、你看有吃到无？啊，这拢做个党主席，民进党上管的这部的人，竟然唔知即句话严重性，哦，啊，这当然台湾人嘛，错误也乱也，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当作是最大公约数。好，啊，咱来改正咱错误的言辞，下一挂咧，好，咱来看。咱常咧讲外省人，啊，这句话唔对，啊，唔对，变哪改？爱改做啥？台湾有两种人咧，结过婚咧，两种人啊，有个人讲啊，一半查甫，一半查某，啊，唔是啦，台湾结过婚，本土台湾人。我头拄仔咧讲个，1945年，8月15日本天皇台湾，迄阵住伫台湾个，咱阿公阿妈，因所生团落来，甲即马咱遮个，咱即代遮个，叫做本土台湾人。迄阵拢还无掺杂外国人入来，遮个是本土台湾人，剩呢，拢叫做外国人，包括咱所谓这个外省人，因爱个叫做中国人呐。台湾无外省人，你若甲讲外省人，啊，咱号做本省人，咱煞变中国一省，啊，都唔对啊，变伊个35%，吼、哦，唔对，吼、哦，咱是大日本帝国台湾，吼、哦，好，过来咱定来讲专省，吼、哦，你电台若听着，啊，专省药房拢有伫卖，专省服务站拢有咧甲你服务，有无？咱讲甲足，人人上口，专省。啊，这句唔对，要改啥？哦，全台对，未使讲全台湾国哦，因咱台湾唔是国家，咱台湾是大日本国的台湾，哦，敢那大日本国的琉球、大日本国的北海道、大日本国的九州，咱是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国的一份子，哈、哦，爱改做全台湾，未使讲全国，嘛未使讲全国。过来，咱常咧讲大陆，大陆讲到我去大陆佚佗，我去大陆做生意，通胀哇，讲到足顺的。啊，这句唔对，安那改？因为你那个一个外国人，吼、哦，尤其美国人，你要讲我去 mainland 佚佗，哦，大陆佚佗，伊就头壳正了，哎，你是对一个 mainland， 你对一个大陆，那？全世界有六个大陆：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欧洲大陆、非洲大陆、澳洲大陆，搁一个亚洲大陆。啊，你讲去大陆佚佗，啊，你是去这六个对一个佚佗。好、哦，所以对，爱讲中国。你若讲去，我去中国做生意，我去中国佚佗，足清楚的嘛。过来。咱常咧讲省道，我走省道，啊，这句唔对，要安怎改？台湾唔是国家，嘛未使讲国道，嘿。日本来台湾第11年，大清帝国。在台湾管212年，无在条为家人开一条路，统一到屏东。日本政府来11年了，1906年，就为家人开通来到屏东，敢那西里大桥，因为迄太大条了，吼，要来做桥墩，吼，
所以你看中国人有够笨者吼，台青有够笨者吼，所以迄条是通了，或者台一线，台湾第一条南北会通的路，叫做台一线。啊，你若伫这台一线顶端，你咧开车，你毋是加油，你拢加水就会当走。安尼你讲省道作省的，安尼我不会讲。好，你若讲走这条四线道，即马拢四线吼，你若拢加水会走的吼，安尼你讲省道作省的吼，安尼省道我不会讲啊。过来偷渡客，偷渡客唔对，变哪改？外劳。中国客，对，来，我解释。你若要去人个国家，啊，比如讲你要去美国，好，你是毋是爱去美国在台协会？我若较早还阁有邦交个时，中华民国甲美国有邦交，爱去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有迄个签证，你才会当摕护照去美国。啊，美国就看你个美签，哦 ，OK， 啊，你有护照，哦 ，OK， 好，你入去。啊！你若逃走的，逃走，像为墨西哥、乌地岛过边界逃走入去，迄拢叫做偷渡。啊！你若乌地岛偷渡去，去用掠着美国，甲你掠去关，因为迄个做犯人嘛，偷渡犯啦，啊，叫做偷渡犯。啊！啊！若讲现在也迄阵有一阵啊，吼，一二十年前台湾经济当好，啊阵阿强迄边还佫。生活水准也足低，好二十当前，包括因的飞行机客机嘛，不时飞来。啊，足多人就是查甫的中国人，拢为平潭岛坐渔船啊来咱新竹南寮渔港附近遐登陆，啊有诶为屏东诶南边东港枋寮遐登陆偷渡起来。啊，是安那掠着，迄阵拢甲讲偷渡客，就是迄阵诶。海防的部队长官，哦，也是咧管渔政的，这些人拢中国人做主管。迄阵啊，副，咱台湾人要做官，拢做副的呢，拢副主管。啊，中国人看到偷渡遐中国人来，伊讲啊，阮这共故乡的人客来，所以叫做偷渡客。大陆的亲戚来相催，这人客偷渡来讲。甲去掠着，甲讲这偷渡客，啊，都拢变中国人啊，因都唔敢甲讲这是偷渡犯啊。哦，所以那因遐偷渡来，拢那讲偷渡客，好安尼，犯法的代志拢会当甲改做或者客。安尼，咱也有一天等于咱兜啊，发现讲，哎，咱兜着贼偷啊，小偷还没有走，啊，那拄着伊遐个拍招，小偷客你好。啊，冰箱有凉的，你有食无？因为人客啊，一个交代者啊边啊呢，所以这逻辑未通，未使用偷渡客、偷渡犯哈。我过来，咱咧听讲，啊，即马今年是民国几年啊？啊，你那搞不清楚，唔知即马是民国几年？咱就定咧讲用民国。啊，这个中华民国早的，1949年都灭亡，都死啊，都全世界已经无人。在承认这国家，咱今麦还搁咧用今麦民国一百什么空三年，哎，改啥？啊，对了，哎，没有错。西元啊，你要甲改西元，改好改。哦，你若所谓中华民国五十年出生，你甲加十一，你就是1961年生的，啊、哦，这真好算，你甲加十一就对了，啊、哦。所以今麦一百空三年，你甲加十一。起码就是2014年，哈。过来，台湾总统陈水扁，啊，这句唔对，要安怎改？台湾唔是国家，所以无台湾总统，这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叫做陈水扁。包括李登辉嘛是，中华民国流亡总统李登辉。
包括即摆咧做的中华民国流亡总统马英九，拢是救到拢无要紧啦。吼，讲到马英九，好，我来讲一个故事。马英九，吼，就作爱 long stay 嘛，吼，啊有一家安排去一个养猪户饲猪。啊！伊饲猪嘛，有饲一寡狗仔咧顾，惊猪仔好个，惊用偷猎。啊嘛，饲一寡鸡啊，吼。啊，即马英九伫遐带一暝啊，透早起来，啊，就要求主人讲：啊，你引带我来参观你个即个农场吼，猪舍。啊，那么马英九就足客气个讲：啊，主人啊，你行头前吼，引带。啊，主人平常时拢。关猪、关鸡啊、鸭、关管子，伊阵甲伊就讲：，无啦，总统你行头前啦，我管子今日精神后壁。嘛，应到，哦，哦，好，啊，即马参观，即马到中岛，诶，农场主人啊，办地都作车头，啊，因家己有饲个迄个土鸡啊，哦，掠来炖鸡。点解攞啊攞？阿马英九吼，都硬解拄啊硬着迄鸡卡。中国人哦，做个生文字游戏，迄鸡卡就鸡卡，伊讲哦，这个凤爪好，凤爪，讲啊做个点凤爪，硬伊皮拉顶块。另外个硬一几秒，主人家啊，这个凤爪很好，你吃一下。主人說哦，阮无咧食鸡卡，因为阮拢老虎高只。对吧？哎呀，我拄下你拄下讲马英九，我甲就这故事，吼，今日拄久啊，就拄下讲一个笑的，吼，好。过来，啊，台湾退出联合国，啊，这个我们得要哪改？有想到无？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无啥对啦，吼，来正式的叫做安尼啦。蒋介石的代表用赶出联合国啦，因为迄块伫联合国迄块岛啊，甲顶悬迄个名牌 China， 甲迄条伊啊拢要滴咧。联合国2758决议文是甲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甲伊个国际组织哈。啊，换上去者，换毛泽东派代表去伫遐坐，所以中华民国无退出联合国。是蒋介石的代表用赶出联合国，哈，啊那歹康的伊拢用台湾退出联合国，你敢骗？好康的，哦，都拢用中华民国。啊，你讲台湾退出联合国，就敢那讲，这个房间，这个门，我从来无入去这个房间哦。啊，你讲你看到我位啊行出来，安尼是发生什么代志？七月时啊，讲迄看到鬼，吼、哦！台湾唔是国家，所以台湾唔捌加入联合国，所以就无可能讲退出联合国，安尼了解无？吼、哦！好，来，来，1979年美国跟台湾断交，啊，这个唔对要哪解？歹讲个就拢用台湾啦。做个，哦，那断交就讲台湾跟美国断交，其实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啦。所以中国人做个甲咱骗的。那中华民国去跟人建交，就中华民国又以哦，迄种小国家，什么图瓦卢啦、乌拉圭啦、巴拉圭，什么换个规范的。拢个小国家，拢用钱去买，去买收的，哈。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哈，唔是台湾，台湾将来无跟美国建交过，哈，因为咱个母国是大日本国啦，哈。好，过来，对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因为咱哪里闽南拢会讲，你算什么东西，对不对？哦，咱拢安尼讲嘛，哈。
所以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咱台湾有出山、金蕉、甲山啊，哦，啊，这品质拢足好。啊，你那个金蕉、甲山啊，甲卖去兑换哈，中国的福建、厦门，啊，就福州，迄纬度差不多。你才有金蕉有山啊，厦门嘛有金蕉山啊，所以你送伊啊卖无好价，卖无钱，因为因家己有啊，啊因土地俗、人工俗。所以，伊一斤卖五块有通赚，咱一斤啊，伊啊卖十五块也无一定有钱赚，吼。咱若甲金蕉甲山啊，甲送去北往北平站，送去卖日本，哦，迄价格贵济啊，吼。伫台湾，你若一斤山啊，讲五十块，到日本上少三倍价格，百五块，吼。啊，所以，你看台北迪化街。因个卖叫做南北货，高雄个三凤中街卖嘛拢叫做南北货，无人咧卖东西货啦，吼、哦，安知影无？所以东西就不是好东西，哈、哦。好，咱来看为中国来有啥物物件？哦，寒流。尤其我住屏东，哦，我上惊寒，尤其若寒天，哈、哦，若走十一月开始食，糖咱遮若咧冬冷，我来遮不时着感冒。我伫屏东穿短个，来到遮一定穿长个塔外套。哦，所以寒流拢中国遐来啊。迄、哦、种大陆寒流啊，迄、哦那个气象报告定定讲大陆寒流啊，哎、哦，即马爱改，或者中国寒流。好，啊，即马来有沙尘暴，而且十几年前才开始有哈、哦。啊，这原因就是为毛泽东。伊迄阵要超英赶美，咧创迄个土法炼钢有无？我们砖头、我们人民公社哦，附近个树啊拢撮撮，啊来做简易个土窑，讲要掀钢铁，要炼钢铁。啊，甲一挂树啊撮了，啊树啊撮，大部分有会死去，啊死去迄根看看喏，本来迄根是甲土板掉了，啊即摆你甲树啊撮掉，遐开始沙漠化，啊气风就飞。啊，即嘛飞来台湾，所以有沙尘暴，吼、哦。啊，即嘛这三四年搁较食力，加出一个叫做雾霾。啊，这雾霾的成因就是，吼、哦，这二三十年来，中国变作世界工厂、世界工厂，啥物订单你落，伊拢替你承担。因就是出卖自己的环境权，拄啊像咱早期，吼、哦，咱四五十年前。台湾为了中华民国叫咱台湾人，咱才戆牛讲爱拼经济、拼经济、拼经济。啥物订单、歹订单，就予咱台湾，咱嘛甲生产。即马就迄阵有即马，就像讲 RCA 腾即个 RCA 啊，美国无线电公司，吼、哦，因咧生产一挂电子零件，爱用化学药水去洗，爱遐废水甲拍落。地下水来滴，用莫大个加压个，拍落地下水，好、哦，啊，所以规个地下水拢受到污染，所以真侪桃园个人、桃园遐员工，抽当地地下水起来，食拢去食了遐毒水，啊，拢得病，拢得一挂怪病癌症，吼、哦，啊，这雾霾同款，中国就是出卖环境权，所有个人不爱生产个高污染个行业。拢落订单，中国，中国拢甲修改，为了钱出卖它的环境权，所以造成足侪有毒的这烟雾，也叫做雾霾。啊，即马这原来飞来台湾啊，好、哦，那东北季风寒天就拢会飞来，好、哦，啊你若气管较歹，有气喘的吼、哦，就做个发作啊。哇、哦，讲到郑成功，这嘛是歹做的。荷兰人1624年来占领安平。开始引进一挂新的物件，哦，新的这个作物入来，哦，拢好个。因迄阵算世界先进国家，啊，但是郑成功，哦，伊为着要反清复明，来替台湾安平，甲荷兰人赶走。啊，你来看，同款1624年迄一年，荷兰人嘛去占领这个纽约迄个
一个叫做曼哈顿啊，底下开一个新的港口，叫做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是荷兰一个大都市嘛，哈。啊，你看看，要四百年后，即卖纽约变全世界上大的都市，那上先进哈，上好的都市啊，哈。无讲上好就上大啦。啊，那么咱的安平。咱即卖台湾府城，台南府城变安怎？在台湾本来是一路二户，一户二路三万家啦吼，一户就是台南府嘛，二路就是往迄落鹿港啊，三万家万家港。啊，结果咱即卖台南府走倒去啊，排第四名，第台北都、高雄都、台中都、台南都煞变第四个。啊，堪人，如荷兰人若卖走吼，哦，咱即马应该安那足先进嘞，吼、哦，因为荷兰人足够治水，啊，台湾水量遮济，结果因为咱个河流拢足底，落大雨山那个无一点钟就流去台湾海峡去啊，吼、哦。那么如果咱若即四百年拢一直予荷兰人管，荷兰人一直来，吼、哦，堪咱。混血，哦，咱即马大家嘛要高强端，吼、哦，查甫缘投，查某会水，啊，佮目睭落落，鼻啊嘟嘟，啊，强啊来台湾考察，嗯，这个跟我们不共作啊，这个台湾不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啊、对不对？啊，拢金头毛啊，荷兰人家是拢金头毛，肤色啊变，发色啊变，鼻啊变较毒。啊，人佫高强大，咁啊，阿强啊来看，拢爱举头看，哦，遮大身，咱演伊袂赢，卖台湾卖体，哦，战输诶，吼、哦。所以呐，卖郑成功来，伊先讲咱失败啦，对不对？当然，大清中国遐来，咱拢衰。哦，啊，大清自台头拄仔讲诶，212当无在条开一条路。啊，过来，中华民国在台湾有啊，即卖还佫伫台湾，只是名改做台湾治理当局哦。美国即卖咧讲的台湾，就是咧讲台湾关系法内底台湾治理当局。啊，我较爱用即句啊，中华民国海台湾啊。伊若卖来吼，咱即嘛含琉球同款，含日本本土同款。日本人来台湾了，互咱台湾人脱胎换骨。日本人来，敢若教咱脏，予咱台湾人修信用、修法、修时间。修信用就是讲，像阮爸爸因一代，拢讲，阮讲出来就遵守啊，那着搁签啥物契约？搁像即马中国人来了，契约签日本只本，搁咧出代志。阮爸爸因讲，阮迄阵讲出来就遵守啊，着信用着拢，大家拢足够信用个，吼、哦，表示因中国人足无信用。来台湾，还佫白纸黑字写写一本遐大本，佫出代志。过来休息，日本人个火车，咱拢讲慢分有无？因中国人来讲误点，一分钟佮一点钟，只差68呢。吼、哦，你为遮就看会出来。哎，那伫恁中国佫较食力，迄时。真济台湾人，日本时代留落遮老班的这个铁道人员，还有点控制讲伫个一点钟呢。你若伫中国，有些慢几啊工，拢火车拢无来咧，吼、哦。所以中华民国害台湾，那中华民国卖来吼、哦，咱即马跟日本平好。有人讲那有，咱即马毛高铁啊，毛高速公路啊，歹势高铁。啊，日本因差不多45年前就有新干线啦，新干线就是咱即马咧讲的这高铁。咱已经输人差不多40吨啊，吼、哦。哦，啊，蒋介石，这嘛歹做。阮几大人因迄辈讲，哈、啊，台湾迄阵啊，参谈哦，来新，甘愿要来新广岛、长崎迄两粒原子弹，嘛无爱新这粒臭石头啊。现在原子弹建伫广岛长崎，
因差不多三十年后就差不多重建好势啊，重新规划都市电都哦规划啊做好势。好、哦，你个包括迄阵因个中共个地区个做哪个呀？啊，蒙古嘛，迄个扎扎密密麻麻，但是因重新都市计划了哇！我敢若差不多十五年前去哪个呀，是看着讲哦啊，真正有够水个，足精致，啊，拢新个建筑物。所以蒋介石到今嘛，还阁伫台湾咧，甲咱败害咱台湾，吼、哦，还阁真侪同乡，还阁伫国校内底呢，吼、哦，还伫学校内底，吼、哦。所以，中华民去为中国遐来吼，为大陆遐中国大陆遐来，拢毋是啥物好物件，好。啊，咱来分析，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吼、哦，啊，咱来分析看卖。这是2004年10月25日，前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这个就是迄阵1990年那个波湾战争的迄个指挥官哈。伊讲的，记者甲问，伊讲，伊个回答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你美国人若要来台湾，嘛爱摕美国 passport 才能来台湾。啊，台湾管理法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人，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伊赶紧因的参众议员去定一个台湾管制法。啊，你定台湾管制法，伫因美国定，所以叫做国内法，拢无跟咱台湾人参详。好、哦，啊，因为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哦，所以才当。定这个台湾关系法，啊，即马由台湾自己当局代理当中，哈、哦。那么国家有伊个认定的标准，吼、哦，咱来看，第一爱有领土，哦，第二爱有人口，第三爱有政务，第四爱有外交权。啊，咱定咧讲台湾国，台湾国，台湾是已经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哦、啊，咱来看，哦，啊，台湾国有领土无？歹势，这个领土是日本天皇的，有人口无？歹势。这是咱是大日本国的臣民，但是即马暂时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你台湾国也无发身份证给台湾人，吼、哦，所以嘛无人口。有法有政府，反正这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嘛毋是你台湾政府。无法有23个小国家，那么4个月前，佮判定一个叫做甘比亚，歹势。你佮看伊的建交国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跟人签的，不是你台湾国派代表去跟人签的，所以这四项拢无，哪有台湾国无嘛？吼、哦，所以台湾不是国家，吼、哦。好，啊，咱常咧讲，啊，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中国人；，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好，啊，那这逻辑也通，啊，那遐台湾人信耶稣，拢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好、哦，啊。那拜迄个释迦牟尼佛的吼，拢印度人，所以这逻辑未通啊。啊，咱用汉字，所以是中国人。哎，韩国人以前嘛拢用汉字，包括因的首都佫叫做汉城，哦，所以这未通。进日本嘛，还有差不多一半，还佫是用汉字。啊，日本跟中国人嘛唔是啊，哦，包括新加坡。因嘛就讲因是新加坡人，因袂讲因是中国人，啊，因嘛就咧用汉语，啊，安尼啦安尼，啊，若用英语的拢英国人，菲律宾嘛用英语啊，哦，新加坡嘛用英语啊，啊，袂讲美国人，所以这讲这个逻辑袂通，哈。那么是安怎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啊，这咱来看哈，这是美国的副国务卿佐利克。伊所讲的吼，伊伫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我清楚来讲，台湾独立就是战争。作为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如此直率的把台独与战争紧密挂钩，这在过去极为罕见的哈。啊，伊佫讲，这是因为让我把话说白，独立意味着战争。这意味着我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还有海
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来打台湾的，什么原因？啊，这都日本天皇无钱赔战争债，暂时抵押伫我美国手里。哦，我咧等日本政府、日本天皇因来提现金来赎回去啊。所以台湾这块土地，台湾甲澎湖有两个头家，两个主人，一个拥有所有权状的电管加日本天皇这个天皇，那么这个所有权状暂时被美国掌握握有，啊握有，他是债权人啊。日本政府啊无钱提来赔这个战争债，美国战第二次世界战争的损失啊，所以还佫抵押伫美国手里，所以你要佮提走，你要独立出来哦。你拢无问这两个头家，美国政府甲日本天皇，伊哪有可能互你摕着？而且美国有责任，即卖物件抵押伫你手里，你也佮保护好。就好像我拿手表去当铺典当，我会等。那么等伫你遐三个月，你要把我保护看管好。三个月来，我若佮摕钱去行李，你也佮表还我。所以日本政府若有钱摕战争债出来还的时，结果美国你讲无台湾朋友迄个阿公我退伊啊，你无共保护好哦，你讲袂通哦。哦，而且你要做世界的警察，你要带世界发号施令，你一个台湾朋友你都顾袂好，安尼其他的盟国边啊相信你美国，所以台湾甲朋友。是伫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之下，哦，包括美日安保条约关的台湾是盖安全，哦，大家免烦恼，哦，免话和国民党咧甲咱骗，讲台湾独立阿公也要拍过来，甲咱骗，哈，台湾无独立的问题，因为咱唔是无国家，咱是大日本国，只是还没有正常化，还没有依照程序，哦，台湾反乱。那么现在美国讲台湾未使公道，好，咱以2008年到2014年，流氓中华民国咧大选之类，美国就是作惊，阿扁迄阵咧按准备用统独公投哈，所以美国画一个红线，未使，阿扁阿咧办公投，啊，啥物原因？就是美国伊足清楚嘛，恁台湾人。六十几年来，迄个国民党甲你教育甲读个拢歹样，拢自认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所以你这两届选举，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因为马英九是统派，谢中廷甲小英拢是属台湾的独派。2008年，谢中廷输200万票，到2012年。小英的三只小猪，吼，气势好噶，按怎讲稳赢，结果嘛输80万票。你若甲这两届拢甲当作统独公投，咱连续输两摆呢，这真正要美国了着。谁来输？台湾人2300万，吼，85%以上拢是本土台湾人，竟然选输无到15%的中国人，啥物原因？就是伊用教育甲你教。比如2300万，你这300万人是纯的中国人，剩的2000万的台湾人，有一半许教育甲变作讲，伊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去支持中国人，会马英九，所以票投落，1300万对1000万，咱输啊！哦，这是教育成功，哦，党国教育成功，所以美国无要咱公道，就是讲，咱读个拢无清楚。咱也算温书的，好。那么，现在美国要来台湾民政府训练4000个人员来合，啊，甲合法41万份台湾政府政治。陈水扁2000年，无想到讲伊会选到总统，向我选到，找无人去接班，所以，干那总统府几个换，行政院几个头换，会使讲叫做换头无换身。啊，所以总统府也是行政院的命令落来到下骹。遐拢中国国民党的事务官，
所以明年到下骹拢走正去，伊阳奉阴违，所以造成陈水扁作歹出家招，包括立法院无过半数，所以规个法案拢用冻掉了吼、哦。所以就是无接班的班底，吼、哦。所以美国要求讲，咱来训练4000名的接收人员，吼、哦，将来美国甲中华民国、哦、国民党甲请去金门妈祖。啊，甲监管交咱台湾民政府是，咱这4000爱接，啊，这爱定爱训练，啊，所以恁来遮训练，就是将来要做接收人员，哈。啊，发41万份呢，台湾政府的身份证，这个就会当代表台湾人。美国真巧，伊知影恁台湾人读个无清楚，所以常常叫咱爱先通过法案，哈、哦，来合法，啊、哦，咱来看这个身份证。台湾 government 哈、哦、，ID 卡哈、哦，台湾政府身份证 ，ID 有分类 class。你若本土台湾人，就是日本天皇宣布台湾迄天的阿公阿妈，是大人所生传落来，拢都叫做本土台湾人 TW 的身份。啊，若中国人，哦，走路来台湾呢，伊要来申请，咱原来会使予伊，但是伊的 class 就毋是写 TW， 伊是写 CE，C 就是 Chinese。一就是 exile， 就是流亡难民，因替叫做难民证。啊，将来得要有 TW 身份证的人，才会当做公告人员。好、哦，啊，因中国人无资格做公告人员，好、哦，啊嘛无资格去投票，所以将来得要有 TW 身份证才有资格去投票。安尼将来就无男女对抗，所有的台湾的事务要公道啊，要创啥，拢爱有这个 TW 身份证的人。安尼变作咱台湾人家己咧管咱家己，叫做主治吼。啊，所以遐个公务人员遐中国人就爱，咱若有人员有训练出来，就甲接班，因就爱退职吼。所以以后就无男女对抗吼、哦。台湾人前途拢都拢 TW 身份证的人咧发热啊吼。OK。啊，这个后壁毛一个。美国军政府、台湾民政府所发的编号，哦，啊，伊这个法院拢写伫遮，哦，啊，我甲放大来看。依照万国公法，依照国际战争法，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依照台湾关系法，哦，咱这叫法律来哦，啊、哦，过来包括美国的三个公报，啊、哦，美中三个公报，包括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真济人误会，嗯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唔、嗯、啊，阮中华民国咧，你看，台湾人佫读个歹，比如讲咱是中华民国，啊，若有一个中国，啊，一个中华民国，安尼变作两个中国，啊，就毁啊。伊咧讲的这个一中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咱是日本台湾啊，咱唔是中华民国啊，哦，所以真侪人误会，拢咧讲，啊，阮中华民国走对，你来跟他讲。美国，你来跟他讲一个中国政策，错误哈，错误的逻辑。过来，咱是依照美国宪法哈，啊，过来，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咱主要就是有这个权利法案，咱这个权利法案上寄去予美国，予提交到修改到第三届，才通过，通过了，咱才开始发证件哈。啊，过来，美军占领台湾的法理依据甲迹象，啊，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啊，都我刚才将讲到遮，吼，啊，以后有机会，吼，高级班，啊，我还阁继续来讲，哈，好，好，多谢各位，谢谢。好，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议长带来演讲，哈。我下课休息，哈，啊，餐厅那边有点心可以用，好，餐厅那边有点心可以吃，可以过去用，谢谢。